大家好，我是老后。昨天那位大哥不是邀请我和隔壁村的那位大嫂去他家看他种的几十亩的树林，现在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我和大嫂就去吧。走吧，大嫂，走路。好，好，来。他在拿灯了，我给他照的，他都在灯照了啊。这炉焖着不有炉，这焖长生的炉有点难哦。嗯，没事。然后嫩料的炉就是等等，就大哥在那蛮好的哦。我见他一喜欢你，你看，是吗？他都成肉，这样大我你不要放弃吧。要珍惜这份你晚年的辛苦生活哦。嗯。也要这个的，没有放弃，没有动摇，懂不懂？我再打了他是眼动的个，我也希望你们幸福，是不是？嗯。今天他一坦诚，喊我们讲，给他另外寻人看，他能给你的承诺，是没？等下光讲最上讲我们没动，他总要有的寻，所以他今天他昨天跟我讲了，那些放生那动员，今天抽时间把你给他讲来看，他的寻人来看。还好诚实的人，是吗？走走点哦。哎呀，一会我媳妇要来考你了。哎呀，你敢考我，你就当没人了得了哦。哦，没有到了嘛？哦，辛苦辛苦你们了。嘿嘿，我们爱走路，爱走路，他们是爱走了哦。哦，不就爱走？嗯，啊，走路很好哦，都是好的。鸟语花香哦，风景哦，都是一种。上面你看，咦，那个有那个嘛？啊，两个那个啥？哦，是不？两个，是不？是啊，是个。有那个鸟蛮大的不？嗯，你来。啊，比个超大的。你看鸟用手来手的哦，都还是一个很好的家伙。哦。哦，那就搞，我都蛮可以的嘛。有鸟在，昆明有鸟在。啊，他喊你。你们能干的？哦，那是鸟在。不得了，有皮鹅不？有一些皮鹅很多的家伙，有可以。嗯，他是爱养的，爱的就养，没人没人在，他弄的都皮都是没在，都爱找个松皮、凤皮，大头，又好，还要去验。没验就走了，真没打了。没记得啊。你那边给一条根哦。哎，这帮其实是我的啦，你不看了，你我一两年就干掉了。嗯，我们要两根。哦，没有干那个人，我们这个是再多两年干掉了。嗯。我那边就干掉了。我买这个人，这个要肥鸭子哦。哦，那你做了我看了，这还有几多的那个，那个云，那个树又特别好。嗯，好。又绿油油的，那我看了，你再小心点。那你慢点哦，慢点。啊，没要紧，没要紧。哦，那你慢点。啊，我看了个云，是不？啊，你怎么讲？我那附近买的公，这个稻花菜，这边没当心，哦，公花菜也苗青，那边嫩，慢慢沟通，这个也苗青。
师傅，我那晚上在小店，在没在动动的十几多，在没有没有，我讲那以前你我那都跟他沟通的。没有跟我嘛，在原来当小，真的没离开我们大人的手，对没？那天在街上我那个公家那，等你跟妈妈沟通，没有跟我，结果我有办法，你放心啦。我们两个共同努力，相信没有什么阻挡的我们的，哎。嗯嗯。哦，这个都是小事了嘛。奶奶，我们再问他别个小事也是。嗯。啊，奶奶这也是，管了，稍微管了。